工商银行今天发布互联网金融升级发展战略，宣布构筑以三平台一中心为主体的互联网金融整体构架。工商银行互联网金融升级发展的战略是以金融为本，创新为活路，互联为器，构筑其以三平台一中心为主体，覆盖和贯通金融服务、电子商务、社交生活的互联网金融的整体架构。据介绍，今年前九月，工商银行融易购交易额已经突破了5000亿元，预计年内融易购交易额将会超过6000亿元。融易联用户数量已经达到200万户。工行表示，未来将会把工行、手机银行、网上银行、直销银行的整体标准化业务集中到统一平台操作。我们成立网络实际上是两大板块的业务，一个呢就是我要针对这种客户的需求创新我的产品，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会把我们整体的工商银行到目前为止45000亿的这种网络的产品，我们整合在一块儿以后，真正以客户为中心，真正做到精准的推送客户需要什么样的产品，我给什么样的产品。